烧烤的对面，斜对面，烧烤烧烤城关。往对面一个二楼，那个南湾，那个看出去，在周大福对面。我知道什么？这对面这个有个巴黎的对面，铜锣湾站就斜对面啊。哇，这个大！我看不到你什么的。这里面就是烧烤那个角对角的对面。梁振英，梁振英，仲有最近系咪有白皮书？你满唔满意？你要唔要白皮书？你系咪要共产党收回白皮书？啊？要唔要共产党收回？系咪啊？叫佢收回啊嘛？系咪叫佢收皮？共产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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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产党。叫佢收皮啊，收回白皮书啊！大家一齐嗌收回白皮书，叫共产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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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叫佢收回白皮书，系咪？收皮，嗱，收皮唔粗俗噶，你望下，公民党好似都系用嗰个字眼啊，我见到。嗱，各位朋友，我哋系社民联，我希望大家埋嚟捐款，撑长毛，唔使讲嘢啦，靠我哋嘅，靠你嘅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。长毛似你企得喺度，我哋需要各位市民嘅支持，希望我哋系继续一齐。
中国从来没公民教育，是吧？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成为公民。最近的老早叫幺二百路。你们老早，我啊。我香港人，你嘞？哦，你往下下降了是吧？我以为嘛。
玩啊，唔係學啊，嗱，輕輕學啊，你真係做嘅大佬。都希望大家可以撐我哋捐款。我哋喺呢度，我哋主場係社民。香港主場，收回八皮書，收回八皮書。香港我主場，香港我主場，收回八皮書，收回八皮書。市民